家好，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新蒲江大友街三号的万迪广场。万迪广场邻近钻石山港铁站，只需要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见到现场是一座银座式设计全栋玻璃幕墙的商厦，现在同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下。首先由扶手电梯上一楼的 lift 大堂，一楼设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和接待处，后边有两排 lift， 左手面的 lift 是可以上到高层。今日介绍的单位是位于高层28楼的 L 室，建筑面积1741尺，单位是升高地台的设计，有假天花和地毡的装修。冷气方面是24小时的中央冷水。万迪广场的标准楼层一层是有11个单位，建筑面积是由最小的979尺至到2910尺，全层19152尺。由於是位於高層，所以個景觀相當開揚，遠望山景。一排玻璃窗是向翻五方街方向。現場單位是開放式的設計，雖然放了很多傢俬，但是那個空間感都是很足夠的。萬力廣場現在全部單位都是以優惠價88折出售的，有興趣歡迎聯絡我中原地產的曾